状物现身路边街头，这是智慧停车柱，侦测车辆停入后自动开单。民众停车现在可以选择智慧车格，要结账的时候只要拿出悠游卡就可以轻松缴费，如果没有悠游卡也可以到超商列印单据。不仅缴费多元化，还打出优惠，像是停车前10分钟免费，若使用悠游卡缴费，停车费还有95折。北市预计将设置584个，目前普及率还不高。还可以啊，那就直接扣款就好了、是很方便啊，就是不用到超商，特别还要把那个纸留下来。除了智慧停车柱，一般车格停车缴费同样也能透过线上支付享有优惠。使用 LINE Pay 北市享95折优惠，新北首次缴费享6折。接口支付和拍钱包、绑定特地联名卡和信用卡，分别也有6%和4%的回馈。但对于较年长的民众，还是不太习惯。但是我没有悠游卡怎么办？他没有付现金，就是一个不太理想的一个付费方式。那盖章呢，很方便啊这个。我看不懂，我就这一块不会用。多数较年长的驾驶对于3C 不熟悉，再加上全台超商密集高，实体缴费相对浅显易懂。有些人比较喜欢那种开单的感觉，如果为了要推广这些电子化的东西，有一些额外的优惠的话，那我想会加速它的普及。智慧停车搭上多元支付又寄出优惠，看上去便利，但民众普遍仰赖收费员放置的缴费单，一时要改变恐怕还要一段时间。三立新闻孟国华、林玉君台北采访报道。